位魔术表演，阿爸妈有欢喜无？有无？有哦，有甲你变走无？无。无了，我感觉足可惜，我想讲吼，我人开下会变走，看都变不水哦。我有缘投无？变起来足较缘投，我感觉足歹。好，那各位爷爷奶奶们，大家早安哈。我们看完魔术当中呢，我们就知道呢，世界上最温情的是什么？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所以最温情的是我们的朋友。四处当中最重要的也是我们的朋友，所以我们只要守住纪检原则，跟温情的朋友手牵手心连心，相信一定会走上最完美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很高兴的，我们大家就来带来这首朋友歌，希望用这朋友的温情带给每一个爷爷奶奶们，能够中秋佳节愉快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就是有快乐伙伴带来这首朋友歌。